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这些我们都遭遇过。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